五月天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完成最终场诺亚方舟十周年复刻版演唱会，为这套巡演画下句点。不过前晚主唱阿信烧身，除了在台上喝水，他也一度从延伸台独自走向主舞台，背对观众朝喉咙喷药，这画面让歌迷看了好心疼，透过社群留言希望他好好照顾身体。其实在去年答应要回来新加坡做诺亚方舟这个巡回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的最新的巡回5/2525周年的演唱会其实也正在进行中。后来我们选择诺亚方舟，因为原因是这样子五月天又可以找到理由之后再多回到新加坡一遍。这是地球上最后的两场诺亚方舟，等到有一天我们都一起变得更老的时候，也许你会怀念起今晚。我不愿让你离开，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离开。